哈喽大家好，我是玉凯，非常感谢 HiFi 广告站他们寄来的这副全新的耳机 Binisco 百鸟归巢。那么这副耳机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单体配置啦，单边就使用了一个动圈单元、两个动铁单元以及两个平板振膜单元。那么这样的配置啊，让我想到就是啊，第一应该就是由动圈、中频、中高频，就是那个动铁单元会让你带一些华丽、比较亮丽的感觉。那么平板振膜单元呢，就应该是在高频、超高频的部分呢，让你带入更多的细节进来。那么当然啦，这样子的配置啊，你一定要把声音的衔接做好。如果没有衔接做好，你就觉得好像有一些割裂感。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来听听看百鸟归巢它的调音风格怎么样，它有没有把声音衔接做好，我们现在就来试听看看吧。那么这个 Finisco 呢，它有两个颜色版本，一个是白色透明的，还有一个红蓝的版本。那它的线材呢，也有跟着它的颜色一起做变化，非常的漂亮。连它旁边的测试版也非常符合它的主题，百鸟归巢。哇，这个做起来真的非常的好看。甚至呢，我们把这个透明白色下面打个光，大家看看哦。你连它的单体放在哪里，还有它里面做出来的导管设计，都看得一清二楚啊！哇哦！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就来讲讲它的声音表现吧。那我先去听了一些我现在那些常听的流行歌啊。听完之后呢，我们先讲它的低音表现。它的低音有弹性在，量感也足，会让感觉到是一个比较舒适的低音，但是它并不是非常的深，而且量也不是非常强烈的，就是刚刚好，点到为止，让你不会感觉到那种难受或是不够的感觉，适当的低音。那么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听他人声中频的部分了。先听那些固态墙的声音啊，又收频的声音啊，非常的清晰，而且他这个地方的声音的表现是从动铁以及平板单元一起合作而来，所以你会稍微听到说，一些声音的亮丽的感觉有做出来，还有一些平板单元他声音的细节也被带了出来，这时候你就会感觉说，人声好听，又有一些清晰的声音。那最后呢，就是比较高频声音啊，比较亮丽或刺的那些声音呢，它也消得非常好，不会让你感觉到说，我听到好刺激，太过有，就稍微有那些细节，通通都有带出来，又不是非常的过，所以它会让你感觉到整个听起来，它会比较宽松一点，自然一点，不会有那种非常强烈猛烈的感觉，但是又可以让你舒服的一直听下去。但是细节的部分呢，又能带出来，就是一个非常均衡的一个耳机。那么整体这样听完，好像感觉非常好，对不对？其实你听久呢，就会感受到，它好像有一些声音的部分就低音的。从我第一开始讲来，低音刚才说有弹性有量，但是呢，就是差那么一点意思，就是有均衡，但是你要很强烈的蹦蹦感，少了那么一点点。在中频人声的部分呢，虽然很清晰很圆润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稍微又少了一点点那么声音的厚度在里面。那么高频的部分呢，亮度有一点出来，清晰度有出来，但是那个亮丽华丽要延伸上去的部分呢，也稍微少了那么一点点。所以我认为啊，这一副耳机啊，它大概我猜测它的售价应该是3000到4000块新台币左右这样子的售价，因为我已经有听过更高阶一点的啊，5000、6000、7000的，所以知道说，这样子声音少了那么一点点，抽了那么一点点起来之后呢，大概的售价就是3000到4000块。所以它整体声音的表现啊，我觉得它要去打5000、6000、7000的呢，那是绝对打不过的。但是呢，以它这样单体配置，一圈两铁再两个平板单元，它就已经把一些3000出头入门进来的，就把它打压掉了。那么稍微呢，再去压一点点4000出头，有一些4000出头就是一圈两铁而已啊。但是呢，它就是在加两个平板单元，多了那些声音的细节进去，又把低音的该要有的点有做到，
人参呢清晰圆润，但又拉少了一点点的厚度在里面。哎，我是觉得啊 ，Phoenix Core 啊，它很会抓它声音的区间带，它如果价格开得刚刚好的话，那确实是不错的耳机。那么我现在前面讲的那些声音表现啊，都只是用均衡套哦，它有一个黑色的人参套下去，哎，你就可以明显感受到人参会突然往前前进了一步，让你感受到人声变得更清楚，让你在听那些女生的表现的时候呢，会变得更亮眼。这时候的表现我就感觉，哎，它差不多就压进了4000块的区间带里面了。所以这副耳机啊，看 HiFi Go 网站价格怎么开，开得刚刚好，那这副耳机确实是不错的耳机。那如果它开到5000块的话，我就觉得那就有点太超过了。好的，那我们之后可以来总结一下吧。 Phoenix Core 百鸟归巢，那么以它从它的外观开始看，包装设计里面还送你一个饰品，然后它的那个耳机本体的那样整个光设计，我就觉得分数非常高了。再加上里面单体配置声音表现有做到可圈可点的地方，但是他要去打更高阶的呢，我是觉得还是差了那么一点意思。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看看 HiFi Go 网站他开出什么样子的价格，如果跟我前面讲一样差不多在那个价位带的话，那这一副耳机非常值得推荐你买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次的开箱 Phoenix Go， 那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，拜拜。